植物的色彩。那除了多肉植物以外呢，会有很多价格的同价的。像这个有刺的，这个叫做翠化冠锦，然后穿比较讨喜是这一种没有刺的，手可以摸。然后这个是短刺，这个看起来像花的，也是仙人掌。照顾的话，冬天水分要少一点，然后夏天是它的生长期，可以浇水，尽量没有关系。因为这个说呢，这个是纯粹就我们是兴趣啊，我就本身就很喜欢种一些植物啊。其实我种这个多肉植物种没几年了，但是种蛮多的，种到就是说刚好就我们那个会长啊，他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来这边摆看看，我就来玩看看。种仙人掌是我本身的兴趣，然后种的越来越多，所以拿一些出来卖。这些小树木慢慢一直长，然后或者是你的蝴蝶兰，它慢慢会开花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哦。那或者是说，我们设计了一些多肉植物啊，蝴蝶兰植物，如果说客户很喜欢的话，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蛮有成就感的。来我们这边有中心，然后我们中心花卉组长的话，如果说是购买几个蝴蝶兰啊，或者是多肉植物，还有花材的话，可以免费教民众来做一些植物。就欢迎说大家有空来这个市集走走啊，让大家交个朋友。欢迎大家来市集逛。好。